我们来看一下 Noah Han 在女神合作赛最后的得分。哇！235 Noah Han， 祝贺祝贺，谢谢谢谢女神，电动轮椅可以上来了。慢点慢点，帮她拿一下那裙子。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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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板，海伦加油！早日康复，早日康复。怎样唱完心灵的歌才能甜起来呢？唱完心灵的歌，他这么苦可不行，咱们得给他换了。时间来不及了，赶紧换了。这都是些什么旧东西啊？看着都坏了，能换个啥？没事，有办法。京东轮椅就换新，这些老款维修起来成本太高，都能换新的，还有补贴。这个吹风机咱换美容仪，提拉一下。这个破壁机换成咖啡机，优雅。把这个电风扇换成扫地机器人吧，得干净啊。入手小家电还得是京东。你好，您的京东快递到了。用这个扫地机器人换个干净环境，人都清爽了。这折子是京东新换的美容仪熨瓶。京东换的新电视，高清又配 K 歌，正好练练甜品唱法。他是改造了家里的环境，是不是换新？京东可以取旧换新，三分钟能让家里焕然一新。怎么样，对我们的改造满意吗？这会不会太甜了点啊？没事，刚才换了个咖啡机，你自己综合一下。坏了旧了都别扔，你就换新有补贴，大件还能取旧送新，一步到位。180天只换不修，家电家居选京东，省心省钱太轻松。京东，柏林布什可以去舞台彩排了。耶！今天晚上会搞得很晚，大家打起精神。咱主打就是一个越晚越嗨，不回家。宰客，好像穷疯了。咱说美食千千万，大餐只能穷一番。真的 OK？ 走神了。我先搅两粒益达。神清气爽。你们要不要也搅一搅益达？超清爽嘞。走嘛。走。家电家居选京东，省心省钱太轻松。感谢多快好省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入手小家电还得是京东，180天只换不修，以旧换新还有补贴，送新取旧一步到位。京东，你的益达嚼一嚼 feel 味爽，摇一摇感谢，嚼出自在，唱出热爱的益达无糖口香糖，行业赞助播出。硬核大五座，嚯嚯嚯嚯嚯！感谢空间足够大，整个乐队都装下的 SUV 17大众揽巡，行业赞助播出。节目上线期间，17大众推出了月下特别版揽巡，哑光黑色车漆，黑出硬核，黑出高光。在月下和17大众揽巡一起开硬核大五座，听硬核摇滚乐。无糖零卡小黑罐，大胆喝出你的范儿！感谢劲爽购位月下绝配的百事可乐，行业赞助播出。听，又进化了，这是进化到 AI 创作的声音。感谢给 AI 创作提供超强算力的英特尔 Evo 特别赞助播出。摇滚乐不眠不休，粉底液滴答不溜。感谢超长持妆从不假装的雅诗兰黛 DW 持妆粉底液指定赞助播出。逗趣的每个瞬间，跃动的整个夏天。感谢好吃好玩乐在一起的 M 豆巧克力豆指定赞助播出。乐队的夏天，一起安慕希女神合作赛。下一支出场的乐队是安达组合，合作的女神是风铃娜。王炸来了，期待期待，看一下。
我最期待安达和龚琳娜。龚琳娜是就世界音乐家，有非常多的神曲。我就很难想象他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神曲。Hello！ 哇！你们好。龚琳娜老师，这是我们从内蒙带来的玛瑙。哈哈哈哈哈哈！必须要全部喝完，是不是？对呀、啊。我把它全喝完啊！全喝完，这下午排不了了，龚老师。会吗？会，但是马奶不是马奶鸡。欢迎龚老师，欢迎龚琳娜老师，好棒哦，再见到你们。我认识他们好多年了，也看过他们很多次的演出，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合作，因为我还是想多跟他们学习。嗯，对，好久不见了。真的，辛格勒从原来的小伙子，现在变成当爸爸没？嗯，没有没有。十一年没见了。对呀、啊，哇，咱俩拥抱一下吧。那必须的，你老教我唱歌。太好了。龚老师的加入给安达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活力，活力。之前是没有活力吗？其实平时是，你知道的，对吧？这个不用我说嘛，对吧？这每次采访他就，我们也头疼，他也头疼。就是缺乏活力，缺乏活力。安达组合是一支什么样的乐队？请老师们形容一下。安达组合是安达乐队。他们可能生活里说话呀，面对镜头啊什么的，缺少一些活力，但是就是他们的音乐里一直都有活力。比如说，我们这次女神赛的合作作品是《幸福的牧马人》。想要表达的是在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状态。好，来来 ，OK， 好，前奏说唱再过一下，过一下。好，辛苦老师。唱完一首歌，满头大汗。哎呀，为难您了，这是。龚老师的很难，歌要新学，蒙语要新学。准嘞。Johnny, Johnn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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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最后可以再噔噔噔噔，就在前面再往前一点，汪这样，对，最后我们再野一点。我觉得忐忑跟他们这个是有相通的地方，所以我特地在第三段用了一点来作为辅助给大哥伴唱。他可以把自己能融到我们里面，给大家是阳光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幸福的牧马人》这首歌。希望观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来自大草原的自由和快乐。掌声有请牧马人比定巴克莱。
人家，仿佛夏日之春就要来到，牧马人的幸福生活自由自在。介绍一下，哎，来来，您来，好吧，您来，您来。我是安达组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小妹，老公，老公，我们是美女与猛兽。看没有，参加完浪姐都是这样，都是不用自个儿能干所有事儿。哎，那个龚老师，您就甭等我张嘴了，您就继续吧。大家知道美女是谁了吧？哈，我们的美女是对老公，猛兽就是来自蒙古族草原上的教授。然后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叫《幸福的牧马人》，它的蒙语名字大家听好了啊，他们说一遍，你们得重复的啊。关键是您说一遍，蒙语名字。哎，大张伟。你要重复啊，注意听啊！幸福的牧马人的蒙语名字是阿德林阿德金。阿德
最后听见了安慕希三个字是奥地利也和安慕希大概是这个意思安慕希不是那个安慕希啊安慕希你们这样的龚琳娜老师来给我们讲讲这次跟安达的合作吧我认识安达也有十来年了经常去看他们的演出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合作过所以也特别感谢今天的这个机会然后在这样的合作中我觉得我解码了就是第一次跳蒙古舞第一次用蒙语演唱歌曲所以特别开心又学到了好多什么那是蒙古舞我以为你在 popping 啊这你觉得不够正宗吗那要不要马东老师来试试蒙古舞哎呦马东老师大哥教一下马东老师大家都一起啊这个舞蹈我真的不行这个不是的这把舞才斑斓牧马人他心如自在大老师您来一下我没到岁数我没到这岁数呢我没到这岁数呢没到这岁数呢马东老师你来一下嘛我不明白哎请蒙你们饶了我我谢谢你们啊我谢谢不是蒙古舞咱们学不了咱们那个我觉得今天周迅老师的嗓音非常适合学呼麦我今天适合呼麦吗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呼麦发声是怎么发这个呼麦呢在蒙古语当中就是这个喉咙的意思它其实跟声乐完全是相反的声乐是就是喉咙是开的但是这个呼麦呢是完全闭嗓的最基础的音叫哈在这个汉语的当中就是挤压的意思挤压对我先给大家演示一段这个根音的这个唱法下哈唱法这是根音对这个是根音还有别着急还有一个唱法叫低音的刚才跟那个下哈是完全相反的嗓子是打开的然后是胸腔共鸣的哇这个厉害对这是最基本的两种唱法它是反的唱歌是要开它是往里是这样的等我们上完场上完场老周你会了吗你呼一下我们听听周迅老师的嗓音是偏向对中音低音的特别适合呼麦其实要是科学的练习的话其实每个人都能唱我会先唱这我觉得喝了半斤以后啊怎么都能出来呼麦好嘞来大老师来说一下这个歌啊这歌就是棒按龚琳娜老师的歌就是唱着这歌棒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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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就是这歌就是这歌就是棒啊而且那个龚琳娜老师印象一上来他那个唱那个 rap 那一段完成了我心目中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零花的声唱曾毅的词儿就是就一上来让我感觉方文山你俩人合体了然后但是不管怎么着你看龚琳娜老师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存在在我心目中龚琳娜老师是王他特别艺术但是他做的东西呢又感觉又特别的可爱且又那个特别的本土那种那你想不想跟我合作你要不写首歌给我唱咱俩唱好当然愿意了当然愿意了郭老师你会唱洗刷刷吗洗刷刷你看看洗刷刷洗刷刷那当然了因为这个歌确实在维也纳里边非常红啊金色大厅主题曲洗刷刷洗刷刷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安达组合在我们月下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因为我以前认为能跟大家一块造一块跳必须得靠808，要不得靠失真吉他，要不得靠抡嗨嗨，但是他们这些都没有，然后他们居然就每场就能这么造，这是一种心底的力量。刚才你知道亚东老师跟着嘿嘿嘿来的，我都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刚才跟着嘿嘿嘿、啊，就是真的被感染了，对，就是情绪这种。龚琳娜老师，我是第一次听你唱歌，怎么说呢？你跟那个安达乐队的配合，刚才刚好你要唱你的那个成名曲，实在太好了。你的那个每一个节奏的处理，整个和乐队完全就像是一直长在一起的一样，我是很欣赏你的那个合作。然后我再感谢一下金少刚。就是刚才那个马头琴、呼麦这些乐器都是最难调的乐器，因为他们那么多个要用话筒收音的乐器在台上，然后这个调音调得太好了，真的。我上来马头琴、呼麦一出来的那个，我已经就嗨了，是音色上已经让我特别特别嗨。金老师真的这个调得太好了，谢谢金老师，谢谢。好，谢谢安达。来，我们看一下安达组合的得票。好，哦，大众乐迷220，乐队友有8票，超级乐迷4票，232。祝安达组合，谢谢女神龚琳娜老师。以后叫你娜姐，别，我叫你娜姐。今天特别高兴见到你，还有周迅，走啦，再见，谢谢大家。乐队的夏天，一起安慕希女神合作赛，下一支出场的乐队是超级市场，合作的女神是哇。龙宽是谁呀、啊？龙宽九段。龙宽，原来和我一起合作过，做过一个组合，龙宽九段吧，我们之前组合，那都是二十年了吧，我觉得，嗯。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他们是国内第一个真的有制作人的男女的组合，当年包揽了所有的颁典礼的最佳组合。OK， 2004年度内地最佳专辑，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龙宽九段，当时就突然一下就特别特别火，而且他真的是我们就发自内心的认为，他就是又叫好又叫座，这个歌就又高级，它又好听。而且还有技术，很有技术含量。然后他们那种气质就特别酷，但是拿了一圈奖之后就消失了。龙宽九段就是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然后我们就2005年就解散了。解散以后很多年都没见过了，得有20年了快。就各自做各自的事儿，我在家里就还做音乐。他后来回到了自己的生活，然后因为他住在一个山里头，一个村里，有关音乐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它只有什么菜，种菜的东西，铲子，生活轨迹，没有什么融合的可能性。偶尔朋友圈他晒个蔬菜出来，我说你种菜了，就这样，或者说这画画的还可以，好像回过3条，我记得挺清楚的。一会儿打算怎么迎接龙宽？就进来自己做呗，那我接他吧，我怎么也得接一下。哎呦，小龙，来，他给我吧。不一样了呀。进来吧。脱着鞋。Hello。猪猪。Hello。坐那儿吧。Hello。好好看呀。
这都是小龙种的。那是我早上出来的时候摘的。这里面都有什么呀？能有什么？土豆。土豆，他那时候爱吃土豆。没有土豆，有特别多的茄子，有苦瓜，还有丝瓜，还有西红柿。你这不是你以前的家呀？嗯，新家了。嗯，我以为你在那个家住了20年呢。太惨了，你都住不了二十。喝水吗？他为什么要留胡子呀？哎，我当年有胡子呀。没有这样的。我当年不就是这胡子吗？是吗？当年不是这颜色。老了。喝水吗？不喝。啊，我喝点。那咱把歌捋一遍呗。编了一点，我编了一结尾，主要是，嗯，听吧，嗯。我们这次女生合作赛选的歌是《胃在烧》。《胃在烧》是我15岁写的歌，就应该是我写的第一首歌吧。因为毕竟是我们乐队在演，所以我们还是稍微改编，按照我们乐队的那种方式和那种气氛，把这个歌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怎么样？挺好的。可以。嗯。我和龙坤做音乐还是挺有默契的，因为我俩从来都不说话，然后一般说话就是说的行吗？他一般说行，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没有过交流就合适，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就快一两个月就那张专辑可能就都完成了。为什么会这么有默契？就不知道，命运的安排吧。就是天生的吧，所以才会在一起做音乐吧。我们那年代没有排练，所以这回是我们第一次排练，都这么多年没见，然后40-50岁了，然后才第一次排练在一起，跟当年就感觉是昨天似的。嗯，包括造型师也是那时候的造型师，啊，跟我们去新疆的，就是好像隔了就是隔了18年，就跟那个就跟昨天似的。就一夜之间，大家就都回来了。开心吗？嗯，还行吧。还行。嗯。
辑室长有请龙宽。这个我们先请田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龙宽老师吧。我想想，二十年前吧，我们有一个组合，对，在一起，出过一张专辑。龙宽九段是吗？对，龙宽九段。九段，但是很短，当时能力有限，后来就没再做了。老谦虚，你们知道吗？龙宽九段当时有多厉害？那个时代就是说男女这种组合的电子音乐，而且是又怪又好听，其实在整个乐坛是非常那个少见的。当时那个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还有那莲花快打开，就是每首歌都特别特别好听。然后当时就是各种奖，他们拿了一多半的奖。哦，他们是年度最佳组合音乐，了不起吧？然后当时呢，我们是拿了全部的啊。而且那个亚东老师当时跟他们在一块儿也是哈，因为他们那个一出来的时候特别惊喜。哎，你现在怎么样？我挺好的。不玩音乐了吗？不玩了。可惜啊。龙宽，你是隐居去了是吗？对，就离北京100多公里吧，特别远的一个地儿。哦，种菜。对。对，因为我有些时候在朋友圈会看到说，哎，收到了龙宽的菜。是吗？对。龙宽，你更喜欢音乐还是更喜欢种菜？其实我特别喜欢音乐，但是做音乐就要有很多跟音乐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就觉得还是种菜简单一些。然后现在更喜欢生活。我身边很多朋友跟我说，你不唱歌太可惜了。但是我觉得生活就是更重要，如果错过了生活的话，其实更可惜。说的太好了。刚才我看那个龙宽的名字出来以后，那个二排的友友们先炸了。那有几个人欢呼雀跃。对，就是我们差不多，我认识田鹏的时候就是认识龙宽了。我们也是九几年认识的。对，他们2000年之后做龙宽九段的时候，几乎横扫了各大排行榜。对，但是那会儿田鹏老瞎说话，就得罪了一些人。田鹏，你是因为在颁奖会上骂街来着吗？还是怎么？没有，不敢骂人，肯定不会，就太冲动了吧。对，太冲动，就反正做的不是特合适。那你现在后悔吗？挺好的，就觉得，我觉得挺好的，就多快好省嘛。哎呀，您又成长了。龙宽，我想问，田鹏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人啊？就挺烦人的，怎么烦了？就是挺拧的一个人。我们两个18年没有联系基本上，然后我见到他就觉得他跟以前一模一样，就是没有任何改变。你们两个有18年没联系了？对，就我没有，之前没有微信，然后2019年的时候有一场超市的演出，我去唱了2首歌，然后唱完歌我就走了。哎，像你们俩这种性格的人，你们隔这么久见面那一瞬间眼神能对视吗？不敢。就全都拧过去是吗？就彼此假装不认识的那种。对，没怎么对着看过。对，就是好像没有隔18年一样，就是跟昨天还在一起是一样的，一样的陌生。对。哎，龙宽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人啊？不是很了解。还真不熟啊。很难，因为我们在一起很少交流，没怎么说过话，一般就是好，可以，行，一般就不会超过这几个字。对啊，你跟他是客服的关系啊？就是那种谢主播。好的，那么谢谢，感谢你的参与。那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好，也许他们之间的这个线条就是这样，然后再合，然后再分，再合。哎呦，都我特希望龙宽跟九段再合并，还做这样的音乐多美好啊！对，我们再合并一起去种菜。是。
那这么着啊，咱们不管那个成绩结果如何，现在京东 APP 先送超级市场一个搜索词。现在大家打开京东 APP 搜索超级市场，到达京东家电家居频道，领取福利大礼包。来京东家电家居买好物，180天只换不修，以旧换新还有补贴。来，我们看一下超级市场得分。181，乐队友友15票，超级乐迷5票，201票，超级市场，谢谢，谢谢超级市场，谢谢龙宽，谢谢，拜拜。说实话，作为我们这一排，我身边的朋友，我们特别特别感动，能看到龙宽九段再次合体唱当年的歌，但是，这就是时过境迁，太多人不知道他们了。太多人不知道龙宽九段，太多人不知道他们当年那些故事，所以他们没有 get 到这个点。这次能再看到这个龙宽九段在台上合体，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他最后得到了这个票数，然后遗憾离场，那我们也觉得特别特别的惋惜。这次的合作有什么遗憾吗？没有，一点遗憾都没有。嗯，就是那天拿那丝瓜没吃成。乐队的夏天，一起安慕希女神合作赛，下一支乐队是声音玩具，合作女神是魏如萱。当时听到就是女神合作赛的时候，我可能脑子里面第一个浮现的就是你是无可替代这首歌。我总是在寂静的十字街头等待。这首歌我觉得只有魏如萱的声音能够去驾驭，因为她的声音有一种从神经质到温暖这种就是无缝切换的张力。 Hello 乐队的夏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很开心这次可以来这里玩，然后跟声音玩具一起合作。紧张，我现在要怎么样进去偷看？用一句话形容一下你的女神吧。彬彬有礼，感觉比较恬静或者怎么样。对，他们说我彬彬有礼。我彬彬有礼什么的？哦，我手彬彬。即将到来的魏如萱有什么期待？他们卡住了，我说：“哎，你们有没有期待？”说：“哎呦，我真的回答不出来。”没有期待也没关系啦，真的没关系啦，真的。哇！说不出来就算了，不要逼问他们。我不会讲话。嗨 ，Hello， 见面了，嗨。你好，你好。终于见面了。你好，你好，你们好。阿姨。Hello，Hello。聊聊聊。你好，你好。你知道一个握了，然后其他没有握，我觉得很没有礼貌。来来来来，因为我彬彬有礼，我彬彬有礼，我手彬彬。那你选择合作乐队的标准是什么？就绝对不可以是偶数，一定要是奇数，这才可以做出决定。然后从小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声音就是一个玩具，所以我看到有一个团叫声音玩具的时候，我就哎，就会特别想要再多看一眼。多听一下。来吧，来走一遍吧。有谁能够拒绝偶尔沉迷幻想的甜蜜？看啊，你看没有，看没有，刚才谁弹的那声？我弹啊。你弹什么？你弹到别人后面去了，往前一压。
是我的听觉出问题了，还是你的听觉出问题了？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排练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吓到，就怎么这么直接啊？李哲理，你耳朵是出啥问题了？这啥东西？这个，你把那个关了。然后就觉得吉他手在那边，才想给我关掉。然后就原来他们就是感情一定很好吧，不然怎么会这样沟通？该骂还是骂。你前置了吗？往前压。该骂还是骂。现在就打。等什么？打得跟一样的。当当当当当当。他应该不敢骂我吧？我刚唱错啊！我刚唱错，没事，我也没因为我在想别，我不敢多听你了，因为我不听你，我找不到调。哦，对，因为我开你声音很大，你知道吗？因为我要听得清楚嘛。好，再一次。OK， 行，没问题。好，还是刚才那。我忘了。没事，你再重来一次。对卡哇伊老师的态度，属于是那种才热恋的状态。这一堆是老夫老妻，你懂吗？那你到了老夫老妻，那就有很多的那种，很多那种，就是油盐柴米嘛，是吧？懂了。所以你看，他们是相爱的。魏如萱的加入给这首歌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原曲在表达这种嫉妒纠缠啊爱而不得的里面是非常暗黑的，这个情绪很复杂。但是卡哇伊的声音，它让这个作品变得更加的情绪浓烈。凸显了这个音乐的张力，更加的注入了灵魂。我就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和卡哇伊完成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版本。心中的人儿，看上
总是那么难洗脑，不去无法克制的小小无法克制虚荣心，为你让、有谁能够拒绝偶尔沉迷幻想的偶尔沉迷幻想的甜蜜，别别别！哈哈哈哈哈！
我是卡哇伊。谢谢。声纹大家很熟悉了，然后女神，我们请娜姐帮我们介绍一下。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卡哇伊是她自己的一个小外号，她真正的名字呢是叫魏如萱。他是来自台湾的一个，你说他是流行歌手吧，他又是那个在独立音乐那种的，他是一个灰色地带那种类型的。双栖嘛，双栖哪边都能站上啊。我这样解释对吗？对，很对。你像我跟他的相识也是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嗯，他唱哪一种类型的东西都行。对，都行。但是他跑不偏，就是他那灰色地带的。你看刚才他唱那个，哇，又变了。喜欢吗？你把那个欧老师都给带动起来了。欧老师，这个合作赛怎么样啊？哦，我觉得很好，感觉很好。对，这次能够和卡哇伊合作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嗯，整个排练过程顺利吗？排练，那这个排练过程我肯定说顺利，但是对卡哇伊来说可能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就是我第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紧张。嗯，就是欧嘉元原来就是一个讲话这么直接的人，其实我第一次跟他们见面练团的，就是排练的时候，我有吓到。对，还有就是对李哲讲话很不客气，你知道我要演一次给你们看吗？要。我自个儿 Q 自己，我太棒了，来。我跟你说，他真的很。他就会说，你自己听，你那什么声音？可是我不要说，现在是你耳朵有问题还是我耳朵有问题？我就在旁边，我第一次跟他们见面，我就在那麦克风前面就这样。欧嘉元排练的时候这么台湾偶像剧啊？哦，是你朋友要这样凶啊？没有，我觉得像韩国电影吧，不是想像欧巴吗？欧巴。他有没有这样对你嘞？没有，我心想说完了，他等一下应该不会这样跟我讲话吧。没有，他跟他们讲话就是这样，就是很急促很凶，但是他对我讲话就是很温柔。哦，嗯，所以欧嘉元你就双标呗。对，完蛋了，我知道我这人设已经完蛋了。好，来我们说说这首歌吧。好，其实这首歌就是你是无可替代的。我那个时候知道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你知道会有一点怕，因为他这首歌其实是在讲那种在爱情里面比较卑微，然后比较自溺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歌就是很像一个漩涡，你就是不敢看，然后不敢碰，然后但是你决定转身去面对那个漩涡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掉进去了。所以其实后来我对这首歌的粘着度就很高，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那种在爱情里面的记忆，哎，你们都一直聊天都没有听我讲话，来急了急了。我说我刚说到哪里？他跟欧嘉元时间长了就会这样。真的耶，都你害的啦。好，然后我就是把所有的记忆里面就是拿出来，然后我就把很浓缩很浓烈的情感然后放在这首歌里面。我真的很喜欢这首。哎，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你说他们票是投完了吗？对呀。好，那我骂没有关系。自个儿后悔还行，您还行。我想说我完了，我骂我，等一下我票就没了。他好可爱啊。来，我亚东说说吧。我觉得唱得好，那个魏如萱，我第一次听，然后对唱得很好，就像真的也是像一个队一样。就是声纹，我觉得今天我有点越来越理解他们了。他们就坚持用那种特别优雅浪漫的方式去表达，哪怕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在台上就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的那种礼貌、那种克制，其实。那个音乐就是他的表现，对，甚至有一点点局促，但是那个局促也是他的舞台风格的一部分。对对对，是哀的，但是他不会悲伤。对 对, 对，在音乐里他有自己的那个态度，就是所以声纹我是看到今天越来越理解你们，而且也特别喜欢。谢谢啊，老师。
老师，我顺着那个亚东老师说，就因为那个我看了好几回咱们声音玩具了，包括上一期，然后就是我觉得他那些坚持，当然他那些所谓的脾气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他们那个吉他的声音非常之准确，你感觉这块就应该出的没事，他就梆梆他就弹了那么一下，就每一个那个都是极其准确，包括你们每一次就那个细节的那个掌控，我觉得叹为观止。因为这个这一点让我非常的自卑的原因在于我们乐队啊，以前我从来不要求乐手弹，然后所以就解散了啊，然后但没事没事，以前都是说就是那差不多了，然后但是他就会在乎那件事儿，所有的在乎都是值得的，我为这种在乎而感觉到特别的敬佩你们，特别的棒啊！谢谢大老师。好，来我们看一下声音玩具和娃娃在女神合作赛的分数。谢谢，谢谢卡哇伊，谢谢声音玩具，拜拜。声音玩具的这一首《你是无可替代》，可能是因为它的速度比较慢。这一切只是想象中的场景。相比的，他现场就是一个慢热型的现场，可能让最后的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挑选这首歌，真的就是为了这次呈现，而不是为了那个所谓的比分和结果，而是为了把这个作品在这个舞台上和卡哇伊一起完成一个无可替代的一个版本。嗯，我很开心，就是可以被邀请来，然后在这首歌里面，我是被挑选的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玫瑰花。我朋友那琴行能顺利开业还多亏了大伙儿帮忙。嗨，甭跟咱们客气，我们只是捧了个场。哦，对对对，还得感谢靠谱的杜小满提供资金帮助，资金周转信不读还是小满更靠谱。哇，太帅了，哑光黑的月下特别版揽巡。走，咱们去兜一圈，硬核就该这么黑。走。乐队的夏天，一起 MC 女神合作赛，下一支乐队是麻原诗人，合作的女神是万妮达。这次我们合作的女神就是万妮达老师。为什么想邀请她呀？当然是互补了，希望她跟我们有一些新的碰撞。互补呢？她比较美丽啊，我们比较丑陋啊，互补啊。厚爱了，厚爱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妮达万妮达，很开心见到大家。万妮达哦酷，因为她就是现在年轻人觉得酷的标杆嘛。万妮达在台张狂的那个感觉特别特别吸引人。我们那天许愿能和万妮达老师合作，能成为我们合作赛的女神。然后第二天就特别特别巧，就和万妮达老师在同场音乐节进行了表演。我这次要合作的乐队是麻原诗人，我第一时间去听了他们的音乐，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乐队。但是说实话，我对乐队这方面真的是所知甚少。因为其实我平常听国内的摇滚不是特别多，对。但是昨天我听说要跟你们合作，我就去听了你们的歌。我真的很喜欢黑白色，不知道黑白色可不可以唱？黑白色可能演过。很好，第二轮我们就是靠黑白色晋级的。那可不嘛，那肯定会晋级吧。嗯，我们还有一首歌可能和黑白色还比较像的，我给你推荐是那个，榻榻米这样。那我就要听听榻榻米。榻榻米是太相对来说太摇滚了一点点。太摇滚了，那我就要选榻榻米的。蛮期待的，对。
因为我其实挺喜欢摇滚乐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契机。直到冬天里，我仍然保持自己睡在榻榻米。我要王子高歌一声快，我要为自己出轨。哇 ，rock 哟！姑姑太开心了，我是激动，没有给大家丢脸吧？我第一个摇滚歌曲，嘿嘿。我们绝对最强的，真的假的？真的，主要是你继续努力，主要是你是最强的。没有，谢谢。其实我们是一支特别没自信的团队，但是和妮达老师在一起会特别开心。虽然他年纪比我小这么多，但是他带给我的力量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不要笑我，不要笑我，啊，千万不要笑我，没有，我会尴尬的。没有，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摇滚乐挺好的，我觉得人活着还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最幸福的。对，很幸福了。我觉得妮达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团火，这团火不单单是黑暗中的那个火把。也是点燃我们的那把火，加油铁子们。我们选择妮达老师就是选到了我们的福建，每一步走的都非常顺利，也非常完美了。我走起来了，我们有信心麻原诗人就是最棒的。哇，妮达也是最棒的。我说实话，我就觉得我们有点稳了。谁？有个事情想要跟乐队沟通一下，你让乐队来你这边房间呗。进来吧。这样的，昨天晚上万妮达的嗓子失声了，然后呢去医院检查过是急性喉炎，然后一直在吃药，然后一直在做雾化，但是现在情况早上四点多钟还不是很好。是不是？是。其实是昨天的晚上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声音，打吊水到早上。目前对明天的演出想法是什么？还能坚持吗？我觉得明天早上起来看一下，我希望能够唱一唱，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展示好，也对他们没有帮助。明天是什么计划？然后需要去跟乐队商量一下吗？好问题，我想一下。我觉得明天应该能撑一下，因为他们酒精七度，还是不错。万妮达昨晚一晚没睡，然后现在正在酒店休息，咱们可以先商量一下备案。我们绝对不能做任何的决定，因为是啥呢？他能是他自己，我觉得他也很想上这个舞台，一是，二是，他如果很想上，但是他嗓子实在受不了，对他自己决定他不能上，我们也绝对不能强求他上，就完全由他决定。妮达老师嗓子发炎，然后我们其实也很心疼，就每个人都其实都很紧张，他们都练一练唱，和声。如果妮达老师上台了，有的他们得垫一下，让妮达老师不要那么孤单，声音那么的独自一人战斗。沉默的歌，窥探了曾经苦涩。我看看你，有了你，我窥探曾经。万妮达那边的态度是他想完整参与。好，我们就他的任何决定，我们就听他的任何决定。反正这场比赛结果，他不用做有任何压力。对，太不容易了。那分钟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真的就是不仅是女神，也是我们的女战士。万妮达为了这次的舞台，一直在做雾化，还打了封闭。这次的舞台，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这几个名字都随时不舒服，您自来调整啊，没关系，没问题，感谢。薇薇，我帮你去接水。没事，我又想喝。好，要为了帮你，大家要拼一场吧。OK。铁子们，我们就是最棒的，加油！Tatami! Tatami!
满。我们给麻原诗人投票。投票。三、二、一。辛苦了。听说今天从排练开始，万妮达嗓子有点问题，是吗？对，我今天嗓子只能唱一次。对，今天把他们安排在第九个出场，就是因为确实好像是多一点时间的休息和那个什么，是吧？谢谢各位了，谢谢。是因为我第一次跟乐队合作，我非常感谢月下可以给我这个机会，我也非常感谢苦果哥选了这首歌，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摇滚乐。好棒、啊！对，那杨老师真好，简直了。然后万妮达，你今天嗓子状况好像跟周老师差不多。对，刚才那个就是那个劲儿特别足。他那个东西是给予我很强烈的那个，所以我后来站起来了，对，这我是喜欢的，谢谢。来，苦果介绍介绍这首歌呗。榻榻米的话是，麻原诗人的也是第一首作品，在我们组建时候，那时候我们乐队租在一个小出租屋里面。10平米的小房间里面，因为放不下一特别大的床，只能放下榻榻米这样东西，所以当时就写了这首歌《榻榻米》。创业初期哈，生意资金要周转，靠谱就找杜小满。我相信有好多朋友们跟你们面临当年同样的困境，但也许你们现在就走起来了。哎，坚持就是胜利啊！对，老师，我插一句，然后我们这首《榻榻米》其实没有说唱部分，之前也没有那个后面的旋律部分，是万妮达老师在半个小时之内把词写好，然后一天就通一天晚上到了零，那天晚上的九点就发过来他的唱的轨道，非常牛。因为那个时候苦果哥他说这首歌是他们当时的第一个 demo， 然后在麻园村写的，然后我一下就听到那个饥饿感，我说这个就是每一个做音乐的人，就是从抱着那种梦想不知道舞台到底会在什么方向的时候，那一个脚步的去努力，每一个梦一片一片的自己拼起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做音乐的都是哥们儿。对，特别棒，都哥们儿。来，我们这个亚东，我那就是麻原，我觉得好还是好。然后苦果如果第一首歌能写成这样，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妮达怎么样跟摇滚乐队合作，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但是我很害怕尝试。然后其实这一次是踏出了我的舒适圈，然后我第一次尝试，我真的很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Yes， 对。你现在太厉害了，你可不是7年前的万妮达，啊，你在台上就是太成熟了，就是完全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成熟，掌控全场，然后给那个麻人基本上带了麻圆，麻团不麻圆，麻团麻圆，呸，对，你知道你给他们带来了那种更炸裂的感觉，唱得好棒，谢谢。我觉得他苦果唱歌特别迷人。就是那个声音，你就越听越想听，然后你最开始会觉得这个声音怎么这样，然后越听就觉得为什么别人声音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只有他这样，然后你会觉得为什么他只有他这样，然后就特别的美。他有一种不屑于张嘴唱歌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十年后你会相信吗？来，我看一看麻原诗人的最后得分。这也低不了。
万老师是哈圈的嘛，我们是滚圈。我觉得用他们哈圈经常说那句，如果哈圈有任何人欺负他，别忘记我们在滚圈有你的好兄弟。Cool。那本场我们九支乐队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入手小家电还得是京东，180天只换不修，以旧换新，还有补贴，谢谢京东。来，下面京东家电家居结果公布时刻。京东，我们看一下女神合作赛九支乐队现在的排名和分数。排名第一的瓦依娜242票，排名第二 Novahan 235，安达组合232，活力护士230，二手玫瑰229，麻原诗人223，八仙饭店215，声音玩具212，超级市场201。这是我们积分赛的第一场一起安慕希女神合作赛。那下一期节目是我们积分赛的第二场，最后哪七支乐队能够成功晋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家电家居选京东，省心省钱太轻松。本节目由多快好省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节庆送心意就选安慕希。本节目由有超多活性益生菌直接奔进肚子里的安慕希联合赞助播出，生意资金要周转，靠谱就找杜小满，感谢生意人都爱用的杜小满特约播出。折叠看三星，五代更来劲，感谢折叠屏手机开拓者三星 Galaxy Z 系列特约赞助播出。你的益达嚼一嚼 feel 倍爽，摇一摇，感谢嚼出自在唱出热爱的益达无糖口香糖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整个乐队都装下的 SUV 一汽大众揽巡行业赞助播出。无糖零卡小黑罐，大胆喝出你的范儿，感谢劲爽各位月下绝配的百事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买超能本来京东，认准英特尔 EVO 标。本节目由英特尔 EVO 特别赞助播出，持妆不假，热爱不变。本节目由24小时持妆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赞助播出，吃了 M 豆就是我的悦动好朋友。本节目由 M 豆巧克力豆指定赞助播出。来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承包你2023的躁动。乐队舞台飘过一朵云啊，原来是网易云，听乐队就像网易云，一头扎进爱音乐的人群。积分赛第二场，我从哪里来主题赛，唱得太好听了。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做自己最帅的、最酷的那个劲儿，声音很迷人，极其痛苦之中又带着那种欢乐，真好。超级好，所以我希望你们给他多投票，因为他们昨天分数不是很高，其实够焦虑的。不怕，反而我们淘汰了，可能大家还觉得对我有点留念。天哪，我主要没有什么特辉煌的历史，然后也没有特悲惨的往事，是吗？对不起，我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已经疯了，对不起啊 ，I'm sorry。来吧，看分数。啊！今儿这俩呀，完了。打开爱奇艺搜索《乐队的夏天》，每周五晚6点，会员抢先看，爱奇艺及奇异果 TV 全网独播。电视看《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就用奇异果 TV， 大屏看乐队，嗨翻一下。想看更多《乐队的夏天》台前幕后独家乐队故事，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东七门，月下等你来敲门。上爱奇艺搜索乐队的夏天，观看更多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爱奇艺搜索乐队的夏天，更多精彩等你解锁。解锁百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每周五晚6点 ，VIP 会员抢先看乐队的夏天第三季。来爱奇艺创作中心参与月下 K 歌，赢会员年卡。电视看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就用奇异果 TV， 大屏看乐队嗨翻一下。来爱奇艺知识学极简乐队史，聊乐队背后的故事。逛京东搜电视果六爱奇艺官方电视盒子，让旧电视焕然一新。上微博参与乐队的夏天话题互动，选出你 pick 的节目名场面。上微博分享你的乐队的夏天三观后感，分享你的节目点评。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乐队的夏天三，和知乎答主畅聊音乐，嗨过夏天。关注月下官方公众号东七门，解锁更多幕后番外、走心专访，乐队们等你来敲门。Hello， 大家好，我是声音玩具欧家园。感谢微博网友参与月下三高光舞台打赏互动活动，并且支持声音玩具，我们还会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表演。关于《默》这首歌，它一开始吸引我的是它的主歌的歌词，它和我的生命之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联系。接下来这几句歌词我会用四川话念给大家：忍不住化身一条骨子里鱼，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
年少时候虔诚法国的事，沉默里沉默在深海里。谢谢谢谢。上微博参与月下三高光舞台大赏互动活动，解锁更多乐队的专属福利彩蛋吧。来京东搜索乐队的夏天，进入家电家居频道领取福利，并助力喜欢的乐队成为京东家电家居好物推荐官。百度一下生活更好，上百度 APP 发现频道看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学英语学语文学全科用有道词典笔，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搜月下三，触碰乐队真实魅力，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乐队的夏天三，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找活动约现场，来同感 APP发现丰富多元的活动，认识真实有趣的人。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获取圈内音乐资讯，名师音乐课就来音乐全方位。上 Soul 群聊派对 KTV 寻找乐队同号，一起嗨唱。关注呆若木一，一起与好音乐过敏。感谢独家媒体社交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特别合作媒体知乎，感谢战略时尚合作媒体世界时装之愿 L， 感谢特约合作媒体丽丽城。感谢线下活动合作空间跳海，感谢特约合作媒体爱奇艺综艺、爱奇艺随客、爱奇艺 VIP、 奇异果 TV、 爱奇艺变知、 Zucker、 百度贴吧、百度小宇宙、界面新闻、高能一辈子、 AI 音乐、音乐全方位、我爱摇滚乐新媒体 SO。